王雷，哎，我的医生，不是我不要唱，因为大家都有看到报纸嘛，是最近进了医院了，刚刚出来，哎，就全身检查了，结果很多人担心，哎，王雷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只是全身没什么事，没有事情，是心脏的跳的速度不一规律，不规律，需要来新加坡国大还要查很多医生，还要再看一次，另外一个测你的前列腺了，前列腺你没猜到，您别真的前列腺有问题，你是乱猜乱乱抽是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我们的年纪都是这种情况，看他那个脸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，跟我一样的啦，小便要滑掉掉，对不对？连本逼逼个帮你存掉。我曾经经过这样的一个我是过程啊，不是前列腺，等下是过来人就烧了喉咙，哎，生东西，就喉咙有 problem， 就喉咙有 problem， 对，所以广东人说的好，财多生奇缘，明天生奇了，呀，中午无半了，够嘞，好好强哦，就烧在这里就好，烧在肚脐以上就好了。我很喜欢福建歌，我真的太爱唱歌，我是一个港澎，我不认识字，我很喜欢福建歌，从小一路就福建歌陪我长大，而且他是比赛的过来人，对，真的还记得你当初比赛什么歌吗？我比赛的时候联络所比赛，那时候是为了奖金而去比赛，因为那时候老婆我们都很辛苦，连为了那250块冠军连去跟他拼去比，就是以为哎，其他那边400多人，哎，我站了凳啊，少凳，我直接回家了，来排队，因为刚好联络所在我楼下，马士林联络所，然后我在家里刚好他就打电话来，哎，到你的凳了，哎呀，我在经过在楼一头凳，然后就唱了第一首，我进了给我挤入第二关，啊，挤入这个可能是半决赛这样子。观战六将给我进入大赛，结果250就跟你回家了。没有，我拿第二名。OK， 150块。OK 的，有。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也有在歌台唱过。谁？高飞。哦，高飞。高飞已经飞了，飞了飞。他去做和尚。OK， 那今天你坐在台下看有什么感想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今天个人前，我咧讲福建啊。我讲福建。我感觉啦。比赛人太紧张了，头一位到第六位拢总真紧张。会啊，你侪人。不是，但是你要比赛，就是以后要出来表演。恁要安怎下摆摆安尼紧张，你会使活动不定。其实我比赛，谁站在舞台都赢。其实你当他们是你家里人。我没事啊，几只公三只公四只公五只公六只公多倍公多。你多倍公啦。你当我家己人。出来比赛多被攻啊，结果他就会保佑你啊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全场好彩，好彩，好彩，好彩是保饼，好彩保。我告诉你们两位主持，今天我打满分，谢谢，太棒！如果赞成的掌声一下。穿歌什么呢？穿针引线。其实办歌唱比赛的人很多，但是办的有气氛的，就是要拿捏功夫了，就是林阿伯杯我们才能够这样敢敢玩敢敢讲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跟阿伯很熟嘛，对不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主，你今天你们发挥到真逼真，淋漓尽致，你是林飞的，平生，你给我摆千给你了，一个平生。对啊，你刚才讲紧张哦，一定会的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有办法的。安全呢？我已经想到了。来，第三届十强肯定不紧张。大哥，出场之前在那边，林阿伯站那边，一人喝两千，先喝两千了。真的在疫情当中帮助到很多我们的演艺人员，真的，包括工作人员，我也是他帮过我啊，真的，我来唱歌，再叫王雷来啊，他跟我们这里歌呢，真的，线上节目去上，所以从不认识到现在，认识，所以最辛苦是我们的旅者大乐队，是的，也给老师一棒榴莲，掌声，谢谢你们，哎，我真的很想唱。但是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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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还下水吗？下水了，不要唱到一半走掉啊！
没有。那这样我们请，我们也请。我蛮辛苦的嘞。啊，你蛮辛苦。我现在没有，等下拿跟你们啊见面了，我要飞回去 KL 了。对。我今晚要去 KL 去，我你看我这个时间哦。哦，去吉隆坡辛苦啊，啊不然你去西柏坡就可以辛苦。那太辛苦了。找个单。那太辛苦了。经过的西刷公务员，我是白波，我复考嘞，在吃物件，吃了只杯。你听几多路？人讲伊西白波，我西白波，迄个有啥物鸭家属鱼头米粉啊？哇，拢总你该拍功课，伊拢总拍功课。你是上重要是爱去吃鱼啊，吼，吃鱼。好，对，那你休息一下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